玉米蛋饼，快点！帮我叫玉米蛋饼。好啊，我要三明治啊。我要三明治。好。他说要多少钱？三十。真的、哦。游轮次了，你也累了，睡着。我还不知道讲什么东西，晕晕的。不知道。业绩飙两成，外送赚翻。便当也不便宜，一个80块，要全家吃要400-500块，假如一个。你这样子要干嘛？坐好来，坐下。好，你知道我等一下要走了，拜拜。